我是匡乐君，来自中国武汉市。今天是2023年7月30日，以下节目为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世界二胡大赛演奏，演奏曲目为第五二胡狂想曲。Thank you.
是匡乐君，来自中国武汉市。今天是2023年7月30日，以下节目为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世界二胡大赛演奏，演奏曲目为《桃花坞》。